Hello， 大家好，我们是与你分享 ACES Family。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好东西就是欧漾智控型龙头式生饮净水器。这个是坚持100%台湾制造的生饮净水器，从外包装就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的体积很轻巧哦。打开来之后呢，会先看到一个操作说明书，里面有非常完整的图示哦，大家可以试着自己操作看看。接着我们就看到这个主机，它是免插电智控型的净水器哦。这个是安装配件包，可以实际依照家里水龙头的规格来做搭配哦。哇，它的大小就跟我的手掌一样大，而且非常的轻哦。看起来不难操作耶，我们实际去安装看看吧。安装净水器之前呢，我们也可以先来将电池放进去，可以看到上面有两个符号，我们就对准它。我现在把它打开哦。这个是一般自来水的孔，这个是净水器的孔。当我们电池放入想要启动净水功能时，这边有个旋钮要按上去，它就会开始亮绿灯。电池装好后启动这个旋钮，它就开始启动它的净水功能。绿灯闪烁时代表是正常开启使用状态，当绿灯闪烁两次代表滤芯快到期，红灯闪烁时代表滤芯到期，如果电量低的话会出现橘灯闪烁。滤芯的开关在这里，欧漾智控型龙头式生饮净水器，这支的型号是 FF5800， 滤芯型号是 FF20UF。 这支净水器有 SGS 检验合格，除菌滤材拥有 NSF 认证，使用无毒橡胶、无毒圈氧胶，还有无毒润滑油。这里可以轻松切换自来水还有过滤水，滤芯的寿命呢长达5000多个小时，需要更换时也会有智能提醒，很贴心吧。如果想要喝热水或是拿来煮汤、煮面、煮火锅也很方便哦，打开就等于过滤完成，再拿去煮就可以了。而且呀，拿来洗蔬果蔬菜更是让人放心。喝水品质再升级，即开即饮，充分过滤，随时都能喝到新鲜好水。这是一个搬家还有外出住宿都能轻松带着走的净水器，现在蛮多人都喜欢去露营，用来洗蔬菜水果也很棒哦。过滤后可生饮，又能保留水中的矿物质，而且同步可以除氯、除杀虫剂、除化学物、除异味，我自己觉得很满意， CP 值很高，而且我们要多多支持一下台湾在地的品牌哦。欧漾智控型龙头式生饮净水器推荐给你们哦，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是与你分享 ACES Family， 请帮我们频道一下订阅、赞、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咯，谢谢大家。